年呢，轮到我去载那条水。我们今天、OK， 今天呢就轮到我去载。等我们这里。OK， 因为车太摇，所以我没有办法，就要停在路边。所以我现在就要去载 Andy。哦，车停车都危险啊！今天我们要办大事情了。OK， 我们今天做什么？我觉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我们标已经回归了嘛，对不对？这样回归。第二支不好意思讲回归。第二支就等于回归了，在英文里面有二这个代词。再回归啊，我们一定要做一点不忘初衷的事情。所以我们今天没有错，我们今天就是要。包车，我们的这 brother、哦、他是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，因为我跟他小学我们就认识了，只是因为他一直不在，他就不要在马来西亚发展，他看不起马来西亚，他不要缠我们，他去新加坡做工，我们读宽中，他不要，他读马来西亚，我们拍东西，他不要，我们做 IT 他明天就是他的大日子，就是还要去注册，单单这样子去注册也是。boring 嘛，所以我们就想给他一个 surprise 一个 present 这样子。人家结婚借新娘有新娘车，那叫新娘车吗？是，不然花车借。然后你注册，人家就是这样加自己车去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们就给他一个比较 special 一点的注册。他是不懂我们要包的，然后我已经跟他的老婆已经串通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去包他的车，所以哦，我们包车，我们又要去哪里？这 DIY， 我们现在就去买我们需要用到的材料，我们差不多要等到。半夜吹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现在我们来到四川了。Let's go DIY。听讲这边的 DIY 不可以拍，可是我们来到我们最喜欢的 DIY。哦，拿到一个，拿到一个。我们现在找滑，因为要坐滑车。我们现在不是坐自驾车，是坐滑车。不然不要坐滑车呀。坐滑车呀。哎，这 OK。不，所以我们现在去 Supermall 什么都找不到，礼拜天的蹦舞镜店也没有开，一定要找到，不然我们今天完全什么事情都做不到了。OK 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去下一个地方。这里再没有，我不要拍了。下面不要注册先了。我们延迟了注册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找我们的 Fresh Paper。哦，这是保皮色，这价钱一样。29.9元，很白色。那五卷喽、哦。啥？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又到了这个给钱的环节。东西全部起价，这一次的款待又更贵了。买个保险只买了整百块。为了你啊，方玲，为了你的未来着想。有什么未来？难忘的一个回忆。9000块啊 ！Thank you， 拜拜。已经不傻。Next location。我们现在来了，不是电话，我们现在找到这个，我们这里可以买给他的老婆戴，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戴这种头纱，这种头纱，是吗？是，对，哇，是 ，Hello， 嗯，我们要回来了，我们要回来了，观众了嘞，就买给他老婆一个这个头纱没了，然后他嘞就找这种给他戴住，像泰山这样，哦哟哟哟。我现在大概 sample 看一下那个感觉会怎样，就这样。所以我们最后决定买，我们可以放在他的赛米的插处，然后他架的时候就是啊我。Elio， Elio。世界が終わる。哈哈哈！又来到这个给钱的环节。OK。买这种麻烦的花，我呢？欢迎，欢迎。哦，10块。
Thank you. Bye. 经过千山万水，人山人海，风风雨雨，误打误撞，终于在这里见到你。OK， 我们去了很多地方，不搞来到这边，全部会，做这种比较有意义一点的这个花。print 一张他的照片啊，然后放在车头。好嘛，好嘛，想做个马雕，你是要买多一点？买，我们全部买大那种，我们的小花圈。你们结婚了吗？还没有，就没有这样结婚。你看这样的样子，怎样找女朋友？哎呀，好帅气啊！帅气，可以，我不帅。那应该要我。老板娘，这样你要他吗？我怎样可以要他？可是我的干儿子是。他是属于别人的。所以 ，bro， 这个不要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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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你，老板娘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OK， 我们现在买完全部东西了，现在就要等到我们的 brother 睡着，然后等他的老婆打电话给我们讲，我们才可以去偷他的车出来。现在7:15，我们要等到应该是1点才睡过。我希望他不要好像很紧张要注册啦，睡不着这样啊。注册不会紧张啦，注册紧张什么鬼？可能他突然间不想注册了哎。OK， so 半夜见。六月的 midnight。OK， 现在是12:43，重点是他还没有睡觉，然后我们是要那种偷偷摸摸的。刚才啊，女朋友讲他死命不要睡觉，然后我还在那边摸什么鬼？讲他今天蹦这么怪怪，然后还问他女朋友跟谁信息，蹦这么简单，我蹦是被发现了。因为好哦，其实有点小聪明，我觉得我们比较聪明。所以你们看到这边的朋友，记得、subscribe 我们。我们现在真的来偷车了。白色钥匙。哦，是是是，就这里。刚才他哥哥跟我们讲，他的厕所是放在信箱上面。我讲我要讲小车，可是就很紧张。对，该这事件发生，应该那个狗这样飞。我觉得我们这样等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所以我们就不要屌啊，我们就直接去拿，我们就可以冲嘛，谁去冲啊？就我，你们俩都在驾车好吗？加油，加油！看，像那种军长要派阿妹下去。救车，我这样子开了。来来，你别拍啊！我拍什么？我要拍什么？啊！去去去去去去去！我成功偷到关你的车。哇，那个狗吠声真是弄到全部东西，好像紧张成死狒一样。我们现在要把车送回去 Andy 的家，然后我们就会开始那个包装啊。Let's go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把我们所有的材料准备好了。我们今天有千辛万苦的偷回来了。好的、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包他的车。我们 expert 了，已经包过几辆？两辆了。expert 了。这是三辆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来一个泰坦。是3:58，我觉得我们chill的时间多过我们在包那辆车的时间啊。我们有三卷，所以我们继续啊。经过7:49，5:01，我们终于把这辆车包好啊。因为我们不可以给我们的大嫂像她这样爬那个窗口进去，新娘就是要美美的那个，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把这个门弄成是可以打开的。这边也要孔，我们这边要孔，我看水明热。哎呀，安全要加起鼓来，还是有点安全。
天哪，我累啊！听自己讲累了，还要在那边费力。好，现在一个，后面就这样，因为后面整个拉住。哇，全部松了，松了前面。哦 no！ 现在门是可以开了啦。讲嘞？什么东西？现在我们想到一个最笨又最聪明的方法。我们拿对面租好，走的时候他的车就说：“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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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”对，我们现在回到老规矩，他一定要爬进去哦，从里面开门，给他的老婆进。啊！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割一下的 window。我们该粘另外一边的时候，我们忘记掉我们自己要开门来粘好，所以我现在要爬进去了。用爬啦！这时候我要发挥我的小聪明啊！做的多聪明那种，我觉得我可以成功。不，连手已经要到了，你不会直接用手？因为还要真的要架下去，拉进都要割。对，然后我们就这样整个这样拉下来，啪！你那边，你割这样大力，这人不用睡觉了。我今天做梦。呜呜呜呜呜！现在五点五十五，呜呜呜呜！我们把该割的地方都割了，车头啊、进风啊、车牌啊、后面车牌啊、大镜啊、旁边给它进去啊。所以现在是时候发挥我们的艺术天分、美术细胞。先进入一个 time lapse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8:52完成所有东西了，然后他8:00会起来，等于冲了一个凉就可以过去了。Yeah， so 我们去到那边再见啦。没有错，我们现在就是要出发过去还车给他，然后我现在就是在他的车上啊，我怕等下那个轮胎什么、啊、有问题什么鬼，然后我现在是完全看不到往后镜啊。不然讲对的，讲对哦。哦。Thank you。干完不念。那个摩托在看住我。我太好笑了。我家整个东西飞起来，我太冷静了，妈，我该在来，我后面在跑，我看到的时候我在问你要哪去，刚才因为有点问题，所以我们停在路边，现在在那边弄，我不给，我要专心驾车，所以就要我把这个家我来跟你们讲 ，OK。经过风风雨雨，我感觉真的要吓死了。他的哥哥哦，也很 steady， 想要跟我们一起捉他。我们现在会叫他哥哥去吵他醒来，然后骗他讲车不见掉。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拍他，可是他一出来就看到我们两个，他不会报警啊。我现在打给他哥哥。好了好了，好了，你可以加油了。我现在没救啊。这是安哥，我鼻子肿死了，安哥肿出来，你看。哎，不要准备下来，准备下来。他跑去玩逃走时代去了。
morning。Okay, you got me, man。该那个是你吧？那个是我。你在房间内，在后面，我在后面。哦，所以在开窗，不是你。吓到我。不是，不是。我给你开窗了，开窗了，然后有一个人头下来，我就啊，你这个，哎，哇，我看弟媳被骗了。哎，到底是有人懂还是有人不懂？你哥哥懂，还有睡在你隔壁那个懂。哦 ，OK。没有没嘛。很美啊，很美。我要怎样猜这东西？猜，你不要就这样加去哦。哎，你懂这是什么概念吗？这个，我看过那种车连 Supreme 的那种，哦，他们打斜的，我们就洗。哦，这辆车还可以驾的呢。我怎样驾来？不然虽然讲我刚才差点死掉啊。总之，等一下我们就要给他挑战，将家长车去他的注册的地方。所以为什么现在变成我自己在跑我自己的车？那你好来吗？你们撞鞋要撞好来吗？做八边吊这样，那里有专业哦。是啊，你求婚也是要跟我们讲的吗？哎，我们还做不好啊！你懂我们做到几点吗？到现在。不，我们要等你睡啊，我们才拿到这辆车。你以为他这包 DOI 是刚刚打包了？我两点打包到现在了，我现在饿。他下一次求婚还要叫我们吗？哦，还有下一次求婚。我那里有搬档了吗？没有啊，那里搬档。是好事来的吗？兄弟，你觉得怎样？很好，很好。那没有 proof。这样我们可以去。哦，好。OK， 时间到，我们现在要出发。所以我是要爬进去的。不然。我觉得这裤子有一包啊。搞完出来。我们这个时候不是这样的。他以前没有在瘦的嘞。Yeah。噠噠，五格锦旗你知道吗？没有没有，你拿那背起来。白主，这什么玩意儿？我为你们准备了，有没有通风？大嫂。OK， 是这样。来，现在我们出发 ，Let's go。不要不要，这样快手嗨！我跟你讲，这个人在大陆驾这辆车，人完全没有怕的感觉啦。结果我们两个。真的趴啦！啊，这太快了！真的，你看旁边已经开动了，bro。我是觉得这辆车已经不行了，它的寿命也要到了，它又被完全浮起来了。然后我们现在离那个地方还有25分钟，我真的觉得这辆车顶不过去啊！加油，小白，你可以啊，撑过去！烂的都烂了啦，该坏的地方都坏了啦，这个也拖出来了啦，这个 OK 啊，一路很顺啊。那警察两个经过我车旁边看我一眼罢了，我也没跟我讲。路上有4-5个人拿相机来拍，也感觉自己是 VIP 了。没吧没吧，哥这有个车没吧？你们要去了？没啊？可以可以拍拍拍。哎，车门那边标示要下这边。我是什么可以开的话，我等一下。什么？你们看他的额头，你们看他的额头，有一条线的。他真的全程带住那个。我原本盖哦，半路就要拆掉，我们打算放弃了，就他自己要穷了现在。真的，他们两个的那个 challenge 精神比我们够力。现在全部已经到了，然后我们就要进去见证他的大喜日子。大家不想注册啊，不想注册，他不想注册。大嫂有什么意见？大嫂。啊，就是那个方面，现在做多一次给我们看。Okay. 对，规矩一点呢。没有，你跪完他了，现在要跪我。到现在还是很毒啊，有没有跟我
紧啊，下一个老婆。呀！任务完成，今我们成功了驾这辆车，驾了20个天，有20多人在看。OK 啊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啊，没有什么东西看了，是不是 ？OK， 看完之后看到这边的话，记得 subscribe 吧。还有恭喜我 brother 注册成功嘞，他那可能后悔，我也不懂啊。恭喜我 brother 拿我来做 content 啊！恭喜你们，恭喜你们！结婚记得找他们哦。找我们就这样的下场啊！这样啊，那就没有你们啊，你们自己先上。OK， 好。Let's go now. If you want to become the next 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链接，一起来投稿吧。